今年47岁的苏峰是土生土长的黄陵人，现任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从事轩辕黄帝文化研究已有20余年。3月25日，苏峰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轩辕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其内容博大精深，需要代代传承和保护。陕西黄陵县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所在地。黄帝陵位于黄陵县乔山之巅，世称中华第一陵。小时候每逢清明重阳，苏峰都会被父母带着来轩辕庙祭祖，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长大后，苏峰考入了西北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研读历史文化，并在1993年发表研究论文《从仰韶文化墓葬方向看黄帝陵》。截止目前，苏峰已署名发表于国家及省市县级报刊杂志的轩辕黄帝研究文章和黄陵文化探讨文章460余篇。2007年，苏峰开始担任黄陵县轩辕黄帝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成为一名肩负传承轩辕黄帝文化重任的研究者与传播者。那么黄帝为什么是人文初祖呢？因为黄帝在他那个时期，他首先是我们的血缘始祖。那么到了这个春秋战国以后，黄帝已经不是一个血缘始祖的形象了，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始祖的形象，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文化祖先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的是血缘认同，讲的是文化认同，讲的是祖国认同，讲的是民族认同。那么我们从黄帝这一块，我们首先讲的就是一个血缘认同，其次呢，我们就讲的是一个这个文化的认同。三月春意盎然，古柏悠悠的乔山下，苏峰走在黄帝陵园中，不时向记者讲解黄帝手执柏、黄帝脚印石等景观。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说话的文物，每一件都在讲述着关于华夏文明和历史的故事。黄帝那个时期发明创造特别多，它体现的是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那么黄帝那个时期，他这个团结炎帝部落，团结蚩尤部落，那么这些部落团结在一起，展示的一种精神就是团结凝聚，实际上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大一统。那么正是受这个黄帝的这个开拓创新和团结凝聚这种精神的影响，所以说我就心里边就想着要把黄帝文化这个事业要做下去。苏峰表示，轩辕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让它代代传承不断弦，就要有许许多多愿意去传承轩辕黄帝文化的人。自己能与轩辕黄帝文化相伴，并且将其传承传播下去，是他一生的幸运。